今天我们挑战想拿3000块钱买的翡翠原石，做成成品能赚多少钱呢？小王带你研究一下，走，这个5万，这件都打5万呢。哎呦我的妈！老板娘，你这个多少钱？这个也5万。这个呢？2万5。这个小的也2万5。干嘛？你看这个。看不懂啊。这个多少钱？6万。这两个你都打6万？开6万。卖多少？打不了很多。我勒个去！那个5万。这个5万。那是我们看的，太贵了，买不起。嗯，这件打多少？8万。这个打8万。按一下有机会没有？啊？最低打多少吗？最低5万。行，我们再转转吧。老板娘，这个多少钱？32万。三十二万？你是真敢问啊！娃子的首付。现在料这么贵啊，走，我们继续转。这多少钱，美女？8万。这个8万。没有了，拿了几千块都不敢还价。还没收摊啊？还要等会儿。还等会儿？等你开张啊。开张。行啊，等我开张。对呀、啊。今天买到了啊。现在料子很少啊。新货会少一点点，我这里都新货、嗯。看看，想找什么？飘花的，新手的都有。这个小脚多少钱？12000。这个12000。对呀、啊。这怎么打这么贵？开价嘛，开价嘛，又不是说卖价，是不是？2000块。开玩笑，我这个料子2000块，我开12000。2500吧，能行，我帮你拿一个。卖不了这个价，啊、本钱都不到。最低要打多少钱？最低3500。3500不行了，2800吧。能行，我帮你带一个、哎。再高我真看不到了。太低了吧，这个不是关键这个小啊，你看就这一点点啊，太小了。防水啊，然后这个不错呀。关键它货型小啊，没钱赚啊，老板，看高，往高去看嘛。最高，我真的最高，没卖给你、啊，真没卖给你价。没钱赚啊，老板，房子这么好，能销的帮你拿了。啊，赚你200块，老朋友。是啊，你少赚点，赚200都可以了，是不是？赚200看车到。钱不给了呗，2800。钱不给了呗，剩着干嘛呀？包摊。料子是拿到手了，不过刚才我仔细研究一下，裂还是很多呀。做人物吧也能做，但是毛病有点大。我们做一个山水牌吧。都说男人要想发大财，必带山水牌。我们做一件试试，走。都说男人要想发大财，必带山水牌。这山水做的怎么样？如果喜欢，点个小爱心吧。